师傅，还有一个快点快点，叫陈永发，工程，永远的永，发财的发。陈永发，啊，这个人穿上去了，这个人已经到了阿修罗道了，很高的阿修罗道。哦，在阿修罗。很高。哦，还。好好，你再给他念个八十章，再念个八十章，他可以到天道了。